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继续给大家带来崩坏星穹铁道匹诺康尼 2.1 版本最新活动攻略，配方推导总览崩坏星穹铁道已完结，杯中意识活动攻略忧伤的怪物们调酒精梦酒吧配方推导，基础教学忧伤的怪物们其一。今天的话呢，是这个杯中意识啊，这个新的活动啊，那么大家上线之后呢，啊，先跟这个任务指引来对话，然后这边会进入这个一个新手指引啊，大家在左上角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制作步骤，它让我们选择小型高脚杯，那我们就选择小型高脚杯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杯子大家看到，仔细看这边一格、两格、三格的容量啊，就决定了我们能放进去多少这个调味的这个材料。点击下一步啊，他说左上角看到加入大量的冰块，那我们就加入大量的冰块。下一步啊，然后左下角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甜度、烈度和一个浓稠度。啊，然后我们再看左上角这个娇娇博士冰点苏洛达搅拌安神气泡饮啊，我们就按照这个步骤来。娇娇博士啊，我们点一次的话呢，就是加这一格再加一份啊，然后的话是这个冰点苏洛达，好，然后按照它这个步骤来搅拌啊。如果做错了，大家看到这边有这个清空啊，但是现在不要点。好，我们最后再加入这个安神气泡饮啊，就完事了，我们直接下一步就好了啊。然后这边要选择一个折纸小鸟，我们放上折纸小鸟就完成了。好，那么完成了这个新手教学之后呢，我们接取到了忧伤的怪物们其一啊，我们再跑过来照这个调饮台。好，我们点击开始接待之后呢，会和客人进行一段对话啊。那么对完话之后呢，他会告诉我们他想要什么啊，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想要迷失午夜，那我们就选择迷失午夜，然后开始调制。开始调制之后呢，左上角看什么脚杯啊，大型高脚杯，我们选择大型高脚杯。下一步啊，它有什么啊，它有大量冰块。下一步，然后呢要安神气泡饮乘二，那所以我们就放两份，一份安神气泡饮，两份安神气泡饮，然后是什么呢，然后是西红果沙司一份，然后是搅拌。好，那最后呢再放入一份西红果沙司就好了。下一步，那这边要知更鸟的卡片，我们来找一下知更鸟的卡片。好，完成调制。好，这边再次对话之后呢，他说了他要味道超强烈的饮料，但是没有说是什么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点了这个饮料之后啊，大家看到底下会有这个词条啊，或者说我们在左下角这边筛选，我们选择烈度超强烈，他们是要超强烈吧，筛选一下就可以看到了。大家看这两杯都是有这个超强烈的，我们选哪杯都可以啊。那我这边随便选了一个都会漫游，开始调制小型古典杯，然后是不加冰的。好，先来两份这个极致糖浆，然后是一份这个冰点苏洛达。好，直接下一步，这边是不需要调制的，然后换一个机械挂件啊，这个超强烈就有了。好，那接待完了之后呢，这边会进行一个接待的小结，结算一下这个小费。好，继续接待之后呢，它有清爽的饮料啊，我们这个饮料呢现在比较少啊，大家懒得自己左下角调的话，也可以这样子点击，大家看到点这个饮料，然后看右边这个磁条啊，那么这个顺时针一语是有这个清爽磁条的，我们这边开始调制。好，这边的话呢是大型古典杯啊，我点错了，是超大型古典杯，不好意思。然后是少量的冰块。好，然后三份的这个鸡梦果酱，一份、两份、三份，然后两份冰点苏洛达，一份、两份就好了。我们直接下一步，要钟表小子卡片。好，接下来他想要杯微甜的，这个微光梦境就是微甜的，我们直接开始这个小型高脚杯，大量冰块，腾腾博娇娇博士冰点苏洛达搅拌，最后是安神气泡饮。下一步折纸小鸟完成。好，那这边对完话之后呢，再次出现了这个教学啊。那比如说啊，这个客人现在想喝大杯特别甜的饮料，那我们里面没有怎么办呢？
啊，首先呢，我们来抓关键字，他这边说了大杯，那我们就选择一个大杯的啊，或者说呢，下方这个旁边这个大型古典杯都可以，因为他要大杯嘛，他没说超大杯啊，大杯这两个都是大杯，那大家怎么选都可以。然后下一步，这个冰块这一方面他没有提啊，他没有说要多冰少冰还是去冰，没说，那我们随便来，你给他加一个大冰，那么这样子的话冰块加多了饮料就可以加少一点，这样子的话我们是吧就可以赚得多一点。好，下一步啊，他这个要求呢是超甜啊，大家看到这个草莓大于等于二，那我们只要做出来这个饮料让这个草莓大于等于二就可以了。大家看到这个腾腾博士和冰点苏鲁达都是加这个草莓的啊，这两个东西往里面加，大家看到这个甜度呢都会往上升。好，这样子呢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大家看到我们这个格子啊，一格两格三格四格还有两个没有装满，我们要把它装满，那大家就需要注意了。比如说啊，大家自己加了一个安神气泡饮，大家看到安神气泡饮是减少这个甜度的，如果大家选了安神气泡饮的话呢，我们再加一个腾腾博士或者冰点苏乐达啊，那总之让这个甜度达标就好了。好，然后我们下一步啊，这边装饰的话他也没说，我们就随便加，这样就行了。好，那这个棋艺的话先到这边，我们来这边进行一个分批啊，那大家下一批再见的，拜拜，记得关注再走哦。